你最想储存的是哪一段记忆？为什么？我是一个过去的事情绝对不会再回头去看的一个人，所以记忆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。但是美好的东西呢，我会一直的去反复的想，让自己很开心，很回味。你想在元宇宙中成为什么身份？为什么？就是想做我自己。就如果这个东西就是它给了我幻想再大再美好，但当我回到我自己本身的时候，如果不是我本身再发光发亮，对我来说都没有任何意义。如果不受时间空间的界限，你最想做什么？为什么？来回穿着，去体验不同的选择的人生。所以如果说让你设计一个系列，用你把哪些都有概念，就不会想去做的。你让我做，我就喜欢做二次元类型，就是偏动漫里面那些动漫人物的眼睛的那种东西，我觉得很帅。但那个并不是特别适合就普通人生活当中戴的那种。